放心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轮呢，是我们的何老师龚俊哥，然后带来的是年少有为。哇，出个好题吧，出个好题。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接下来你们要欣赏到的是全开麦的演唱。哈哈哈，就是这么有底气，就是这么有底气。哦，不带这么卷的好吗？我跟你讲，而且是什么呢？今天俊俊到了之后，其实进棚录了，然后下午试的时候唱了现场，我们一致觉得俊俊达到播出标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对，就直接唱现场，好不好？我们全开麦。哎呀，行行行。希望你们还是关注我们的演出，不要一直想答案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掌声给龚俊。谢谢，加油加油。稍等啊，等一下。我们调一下麦，老师，我的麦麻烦湿一点，好不好？湿一点。歌手试音，歌手试音。对对，歌手试音 ，test test test test。好，继续提点要求，这个麦有没有要求？我的嗓子啊。哎。来，我们麻烦改一下嗓子。好，来吧，加油。电视一直闪，联络方式都还没对，没对，哎哎哎！电视一直闪，没对，没对，他放的，你放错了，没对，哎哎哎哎，这就是全开麦，没对，没对，没对，都说了我们要真唱，怎么回事？孩子多实在，这不对，没有我的事。没事，我就是真唱。后面的老师，我们真的要真唱，真唱，好不好？来啊！我跟你说，龚俊，你把自己的难度越高越大。挖坑游戏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电视一直闪，真声，联络方式都还没删，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，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，可怎么去熬，日夜颠倒连头款也凑不到墙板，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，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，给你形容美好，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，原来心疼我，我那时候不懂，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，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，婚礼上多喝几杯，和你现在那在婚礼上多喝几杯，祝我年少有为。掌声给我们的百灵鸟龚俊，掌声给何老师，好棒好棒。